上主啊，你的创造繁多，这一切都是你的智慧的果实。天地充满了你的造物，有汪洋大海，住着大大小小数不尽的生物。愿上主的荣耀永远长存，愿上主喜爱自己的创造。你不知道吗？你没有听见吗？上主是永恒的上帝，他创造了全世界，他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高深莫测，他赐力量给疲乏的人，他赐力气给困倦的人。年轻人会疲乏，强壮的青年也会困倦，但是依靠上主的人充沛的精力源源不绝，他们像老鹰一样张开翅膀，他们奔跑不疲乏，他们行走不困倦。这时候我们一起来唱诗歌啊，第612首，我们齐力来唱这首诗歌。请坐。我们同心来祈祷。赏赐平安的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诚心诚意的敬拜赞美你，因为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你统管一切，我们的生活、动作和气息都在乎于你，愿万膝向你跪拜，万口向你承认。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称颂你，因为你是配得所有的颂赞。你为了爱我们，道成肉身，受苦舍命，你的死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不再受罪恶的捆绑，使我们得着真正的自由。你实在配得我们一生的敬拜，我们赞美你，因为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和避难所，投靠你的人都是有福的。亲爱的天父，你曾应许说，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
必搀扶你的右手，对你说：“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但是面对农历七月，有的时候夜间会恐惧，恳求天父牵着我们的手，你且不让我们遭受不必要的惊恐，你一次给我们能力、仁爱、智力的灵。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的祝福，因为你要保护我们免受一切的灾害，你要保护我们的性命。无论我们往哪里去，求你与我们同在。你是全知的上帝，而且你无所不在，就像窗外树梢的风，你不受时间、心情的限制，你的眼目遍洒全地，无论到哪里都蒙你的眷顾。主啊，我们特别将8月29号下午的居家督导的秉鉴事工，9月4号义车会临到我们本院疾病照护品质认证肾脏病的实地访查，9月6号的医院感染管制查访的访查。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的同工们，当我们在预备，当我们在跨部门的合作，主啊，你的合一、你的智慧、你的能力加添于我们，让我们完成预备的事工，也保守我们每负责同工的健康。当我们为着这样的一个事工来睡不着的时候，主啊，你要平静他们的心，让他们在你的爱里面，在你的平安里面得着休息。亲爱的上帝，我们知道你并没有引领我们避过苦难，而是引领我们通过苦难。谢谢你，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我们愿意安静在你的面前。当你的话语进入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求你敞开我们的耳朵、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心，让我们听到你告诉我们说，你每日都在眷顾我们，我们的所作所为都在你的祝福之下，我们在你的眼中是有价值的。主啊，求你用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来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再一次领受你的祝福、安慰、扶持跟劝勉。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在以下的时间保守你的女儿，在分享你的话语的时候，你的圣灵就在其中。哈利路亚，赞美你。我们这样子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名求，阿们。这时候我们来念 一段经文，在撒母耳记上的第9章15节到21节。撒母耳记上第9章15节到21节这样说：扫罗还没有到的前一天，上主曾经指示撒母耳，明天这个时候我会差一个便雅悯之族的人到你这里来，你要用油膏他，立他做我的子民以色列的统治者，他会保护他们，救他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我看见了我的子民在受苦，我听见了他们的哀求。撒母耳看见扫罗的时候，上主对他说：这个人就是我告诉你的那人，他将治理我的子民。那时撒母耳来到城门边，扫罗上前问他：请问先见住在哪里？撒母耳回答：我就是先见，你先走吧，先到敬拜的场所去。今天你们两人要跟我一起吃饭，明天早晨我会回答你所有的问题，然后送你上路。至于3天前丢的那几匹驴，你不用担心，已经找到了。但是以色列人民渴求的是谁呢？就是你，你和你夫家的家族，你和你父亲的家族。扫罗回答：我属于便雅悯之族，是以色列中最小的，我家又是这支族中最微不足道的一家，你为什么对我说这样的话？这是想说从今天的这段经文，这个圣经故事，想一想我们自己，我们怎么看我们自己？想一想
我们在基督教医院，我们在彰基，我们在这个地方服务，到底牧师一直在讲的这位神，这位上帝，他是不是一直在眷顾我？你是不是他来？是不是这位神在呼召我们在这个位置上啊？这是今天牧师想用这样的一个圣经故事来跟大家来分享。每天早上起来要上班之前，我第一个的动作就是找老花眼镜，然后第二个动作就是手机 MVPN。 每次如果我的 MVPN 忘记了充电，忘记带到医院，我那一天好像就好像有什么事情没有做，有点担心，有点焦虑，万一有人找我，所以我都会跟那个慧玲的我都会办公室的慧玲说，慧玲，如果有人找我的时候， 你再转达给我，我很担心人家找不到我。这是这我一直在这十年在医院上班的一个很重要一个常常会影响。如果我的手机 MVPN 没有带到身上，特别是值班的时候，我会很担心哦。那所以呢，洗澡去哪里都放在身上，万一有人 call 我，我没有收到信息哦。这是在我们都会影响我们。我不晓得我们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我们在找什么，我们在费什么心力在寻找什么。或许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在寻找工作好了，一个适合我们让我们能够得到满足感成就感的一份工作好了，或是我们在寻找伴侣，或是我们在寻找我们在人生方向。到底就好像我十八岁那一年，母亲坚持要带我去进食祷告，就是说他很害怕我这条道路我走偏了，他希望我的道路是走在上帝的祝福之下，所以一定要叫我进食祷告，为我的人生的方向来寻求神的心意。所以我们都在寻找什么。那刚刚我们读到的那段经文，那个圣经故事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他们想要立一个君王，因为他们看见撒母耳的后代，撒母耳的两个儿子不成才，又是那种啊会贿赂，会不是真正是他值得他们信任的，而且他们这个国家正面临了以色列非利士人的攻打，我们需要一个安全的，我们需要一个有能力的，我们需要可以帮助我们去治理的，就好像其他的国家他们有自己的国王，为什么我们的上帝没有让我们可以设立一个国王来治理我们，来带领我们？他们这样子的要求，希望撒母耳跟上帝说，哦，这样的要求有上帝有没有喜悦？实际上，如果我们从第八章、第九章这个故事来看的话，其实上帝是不喜悦的。所以呢，上帝就跟撒母耳，请你告诉以色列人啊，你们设立君王以后呢，你们的生活会变成怎么样？你们的男人要当兵，你们的女人可能要为王煮饭做奴隶，所以你们的农作物一定的数量都要纳税。你们要成为王的奴隶，你们愿意这么做吗？但是以色列人觉得，他们仍然坚持要一个国王。这个故事讲到这个圣经讲到这里的时候，突然中间就插了这一句话，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便雅悯支族的，他的名字叫基士，他们家内丢了几匹驴，所以他就告诉他的儿子扫罗，你带一个仆人去找那匹驴。所以这个扫罗也是费了很多的心力，他找不到了，他放弃了，他就跟他的仆人说，算了，我们再找，我们已经找了好几天，我们再不回去，我的父亲以为说我们也失踪了，恐怕他们会担心我们。可是呢，这个仆人就讲说，哎，我们城里好像有一位先见，有一位先知，他可能会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去询问他，我们问问他那我们的那批里在哪里，或许我们可以找得到，哦，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来龙去脉。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不是要求一个君王吗？为什么作者在这个地方安排了有一个名叫扫罗的，他受了父亲的命令啊，他的父亲的一个告诉他说要去找驴，而且找不到，而且要放弃。哦，这是找驴跟找王有什么关系？第一个原因就是撒母耳的后代他们觉得不可靠，第二个原因他们希望以色列的这个国王呢，可能像列国的国王一样。像列国的国王是怎么样？
以色列的周遭的国家，他们王就好像是跟神是分不开的。比如说埃及法老王，他就是太阳神，他就是太阳神的之子。亚扪人的摩洛，他那个神也是他们，就是他们就觉得王跟神就是应该有一样的一个能力，在那个地方像值得他们信任的。当以色列人要求立王的时候，他们就想说，我们希望我们这位王他能够是有政治、有军事、有宗教权力的，都在这个王的身上，像列国的王一样，他们的列国的王像神明一样的王，他们是期待这样的一个王。因为他们真的是受到了腓力斯人的压迫，他们想要解决不安全的困境，他们想要透过一个像神一般的君王来治理，可以让他们永保安康，可以让他们有安全感，让他们得到保护。所以他们把安全感放在叫做君王的对象，所以他们全心来寻找这样的一个王。扫罗呢，他只是父亲请他就是去找驴，而且这个驴对他们家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有价值的东西。所以不管是以色列人或是扫罗，他们的一个共同点，他们在寻找认为 我有价值的，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跟对象的。说到这边，在座的同工们、同仁们，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的方向，或是在我们的工作中，或是在我们跟人的关系上，或许我们都在寻找认为有价值、认为能够满足我们。我在病房探访的时候，也会看到他们多么希望神的医治临在他们的身上，多么希望能够跟他的家人一个和好的关系。所以在寻找的经验当中，哪一个是看我们觉得是有价值，能够带来一个安全感是什么？或许我们心里每个人的心里有一个答案，或是一份工作，这份工作能够保障我们，能够让我们有安全感。那在座的我们，在彰基，我们所在每个位置上，我们是不是真的是能够常常考核的时候会告诉我们说，你是不是觉得在问卷了，在这件工作上是不是能够发展你的潜力，是不是能够让你在这个位置上能够展现你的一个神在你身上的祝福。或是我们的另外一半，他是不是我们一辈子的幸福的保障呢？这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我们是不是一直在努力有价的东西，对自己很重要的东西，我们找到吗？其实在我的成长背景里面，国小是我最快乐的，我有印象以来幼稚园国小是最快乐的时光，因为我是在部落长大，所以我是自由的，我是有自信的，跟大自然跟大家都是和谐的，大家在每就是大家是共同生活的。那我们的大六年级的同学会带着我们一二年级的同学，一二年级的小朋友，或是幼稚园的小大班的小朋友爸爸妈妈去山上工作的时候，我们就会在山谷在那里游泳所以然后呢我们在都是玩大家一起玩的游戏就是跟人的跟人就是在那里，就是 有领导者，是我们的六年级的这些大哥哥大姐姐带着我们玩。然后差不多了，听到那个我们布农族如果背东西，如果很下山的时候的那那那都嘿，我们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我爸爸妈妈要下山了，赶快每个人散到回家，然后煮饭烧火的烧火就是这么自由，这么就是然后上课就上课，那下午就大家在一起，四点下课嘛，就一起玩到大概一个小时，在学校的大操场那边一起玩然后就回到家就开始忙就烧，那时我记得我还有烧木材那种的经验要煮饭，这是我的工作，放学回家的工作。所以我不晓得，可是到了国中高中的时候，就是已经跟平地跟我们的同学一起上课，我慢慢开始觉得那种自信不见了。我发觉身为一个原住民是一个很好像，所以我开始在隐藏我的身份所以我就开始在隐藏我是谁。但是我的皮肤没有办法掩盖，我的眼睛也没有办法我只要去买东西，老板说
哦，你是原住民吼，你是山地人吼，你的把揪吼就戳我的眼睛吼，所以就没有办法掩盖。就是在过程当中，我就是很觉得我的人生就是好像半没有存在感，就是半就是好像就跳在半空中。怎么就算是我怎么拼命，怎么让人家肯定我，让人家知道我的成绩优秀，或是怎么样，还是觉得说。虽然我已经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努力，在寻求，可是当我也当了传道人，也当了牧师，当我开始思考我的身份的时候，身份认同的时候，那也曾经我们的也在还我土地运动，还有身份认同的应用动在那个当中，我要告诉我自己，我是布农族，我是原住民，所以我的名字才这么长，不好念，伊布伊斯巴里达夫，哦，那是我的名字。那是我的名字，可是我们电脑，我们每次都就念到118吼，真的是都没有把我的名字念完，所以有时候每次银行要入款到我的簿子的时候，常常会被退下来，因为不是全名，一部118，那不是全名。所以在当我真的是恢复到我自己的身份，我开始肯定自己，我用我的名字来证明我是谁的时候，那种存在感，虽然我会人家说，哎。你是原住民啊？对，我是原住民啊。你们华纳？对，我是华纳，就不再那种被那些话语让自己觉得，哦，想要躲一个山，躲在那个，想要躲起来，想要把自己掩埋起来，想说我为什么，我干嘛来到这个世上？哦，所以其实我们都在寻找我们让我们自己有存在感，有一个价值在我们的生命的道路上。那刚刚我们的圣经，我们的读到的故事，他们只是找驴吗？他们只是在找王吗？这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撒母知道扫罗在找驴，撒母知道扫罗的驴在哪里。这位先知撒母知道扫罗会来找他，撒母知道他眼前的人就是扫罗。是谁告诉他这一切？其实在前一天，上帝已经告诉撒母了，明日这个时候，我必使一个人从边亚民地到你这里来，你要告他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他必救我的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因我的民哀声上打于我，我就眷顾他们。因我的民哀声上打于我，我就眷顾他们。上帝垂听苦情的上帝，我们会觉得这是巧合吗？这是上帝的安排。所以我们跟基督徒们在一起，我们会常常听到说，啊，上帝的安排，上帝的安排，不是，哦，好巧哦，偶然巧遇哦，这个是在基督徒的宿那个在宿舍说，哇，感谢主，这是上帝的安排，上帝安排这样的人让扫罗找到了走丢的驴子吗？上帝安排这一切不是为了要找驴吗？是为了要使以色列人百姓找到渴望的王吗？撒母耳跟扫罗说，以色列人民渴求的是谁呢？就是你。这是上帝的安排。因为上帝告诉撒母耳说，我看见了我子民在受苦，我听见了他们的哀求，我就眷顾他们，我就眷顾他们。以色列人民以为说他们需要的一个王，可是上帝是告，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上帝的主动，上帝告诉撒母耳，我知道他们内心真正的需要是让他们从受苦中脱离，从哀叹声被跑复。这是以色列人需要的，所求的一个王并不能解决他们的任何的问题，因为上帝出于怜悯，所以安排拣选扫罗成为他们的王。那扫罗以为说他需要的是丢掉的这个驴，可是上帝看见的是一个生命真正需要的，是找到他生命真正的价值。你是有价值的，你是有尊贵的，你在上帝眼中是被重用的。虽然你在这个位置上，上帝有他的祝福，有他的眷顾。所以当扫摩尔对扫罗说，以色列人民渴求的是谁呢？就是你，你和你的父亲的家族。我们看扫罗怎么回答。哎，我边亚敏之主是以色列最小的呢，我的家族是微不足道的家呢，怎么会是我？应该是他啊，怎么会是我？扫罗的回答，我们听见了他的矛盾。他知道撒母耳要给他的是一个重要的职分，
他想到的是他的出身，他的背景。许多时候我们会想到我们的出身，我们的背景，但是如果我们从上帝的角度，主动的角度来去看的时候，不要忘了，许多时候是上帝主动你把你拉起来放在这个位置上，因为他看重你，因为他知道你有这个能力， 你可以在这个位置上为这位神回应他的爱。但是我们看到扫罗的心声是，我是大能的勇士的后代吗？是吗？还是最小的最弱的支派？这样的我，你撒母耳说上帝拣选我，这是我们可以想想看的，在我们的生活上。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上帝安排这一切，乔伊不是为了找离子，他要使扫罗遇见上帝，并赐给他一个不同以往认知的一个新生命。以色列人、以色列家渴望找到王，上帝安排撒母耳遇见扫罗，不只是为了一个王，而是为了让以色列人明白、发现，一直在带领他们的是这位神，眷顾以色列、眷顾扫罗的上帝，仍然今天在我们的经验里面一直带领着我们，你相信吗？上帝在我们张基带领我们，今年已经122年了，呼召了、拉了许多的不同的人格特质或是领导者在我们的前面带领我们，我们怎么去看这样的事情？那我们自己在我们的人生的道路上，我们在寻找现阶段人生的目标的时候，上帝不只是要使我们发现我们有这个能力规划未来，发展我们的梦想，在这个能力的当，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一直希望我们遇见他，他一直希望我们发现，原来是他陪伴着我们，原来是他一直在眷顾着我们，在走这条道路。今天牧师会选这个故事，是让我感动的是，是扫罗自己找到上帝吗？还是上帝对以色列人的眷顾吗？在这个地方让我感动的是，上帝主动眷顾带领，不只是使他们找到驴子找到网，更重要是让他们遇见，让他们知道这位神一直爱着他们。这位神在今天也一直爱着我们，就好像他爱122年前朗道威医师，朗道威医师用这样的爱来回应来到我们台湾中部这块土地。那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位置上已经走过了这么多年，那今天换成我们，我们是不是也相信他的爱还在我们的当中？或许我们以为只是在找稳定的安全的工作，可是上帝的眷顾让我们明白，这个工作所需的一切的能力、智慧、平安，他愿意赏赐给我们，他愿意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服事里面，在张基的这样文化的精神里面来遇见真正让我们有安全感的源头，就是这位神。或许我们以为我们这一次只是在找人生的方向，但是上帝的眷顾带领我们，让我们发现我们内在一直有一个呼召，让我们愿意来回应他的爱，用他所赏赐我们的这个智慧、这个能专业来爱人、爱土地、爱上帝、爱我们周遭的人。我们正在找什么呢？听见以色列的呼求的这位主，今天仍然听见我们，求主怜悯我们、眷顾我们。当我们不明白的时候，当我们在害怕的时候，他们在这条道路好像很没有安全感的时候，眷顾的上帝还是持续不断的在我们的当中一直陪伴着我们、带领着我们，这是我相信的。在我们寻找的道路上，这位他是愿意垂听我们的苦情，愿意跟我们相遇。在这个同工们，但愿今天以色列人在找王，扫罗在找驴，那我们在找什么？但是这位眷顾我们人的上帝，他是主动在找我们。耶稣的爱一直与我们同在，
所以牧师用这首诗歌跟大家来分享，来安静自己。我用这首《医治的爱》跟大家来分享，如果会唱的我们一起唱。我们也可以把眼睛闭起来，好大声哦！好，医治的爱，希望这首诗歌你能够听到，相信这位神在听到你跟他的呼求，听到你心中的苦难。在你一生过中，你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我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从谁的生命完整起来，将自己敞开。耶稣的爱刚强了我的心，星星的翅膀再飞起来，飞越每一个高山和低谷，感谢耶稣中，你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我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心中又燃起光明的期待，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耶稣的爱强了我的心，星星的翅膀再飞起来，飞越每一个高山和低谷，感谢耶稣医治的耶稣，我们在这里，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求你的爱充满在我们的当中。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心中期待，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耶稣的爱影响了我的心，星星的翅膀再飞起来，飞越每一个
谢耶稣医治的爱，每月每一刻高山和低谷，感谢耶稣医治的爱。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你是大能的医生，请你医治我们，好让我们的双脚能坚强有力地站着，好让我们的双手有力气去作为，去祝福，好让我们的双眼能够看到人们正在受苦，好让我们的双耳听到微声和未说出来的话，因为你用你的爱医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愿意我们幸福，愿意我们有健康的力量。主耶稣，我们相信你是眷顾我们的上帝，我们的祈祷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这时候烟雾报告